今天要介绍的是由日本的东京都市大学小池研究室所设计的可爱的社交型机器人MacBot。那它是由 Arduino 呢配合树莓派， Arduino 负责硬体跟感测器的部分，那么更高阶的树莓派呢则负责其他的进阶的功能，算是它的大脑。那我们就呢来展示一下它的功能。我们可以透过行动装置连上它内建的 AP。好，那取得 IP 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由浏览器，好，直接透过网页的方式呢去控制它，所以它是一个IoT 的一个网络机器人。那我们就先让它来讲几句话吧。阿田老师，您好，很高兴见到你，我是麦克。那我们可以呢透过内建的一些句子呢让 MacBot 呢来讲话，然后做出一些可爱的动作。那另外呢我们也可以自己呢输入一些我们想要他说的话。谢谢您教我中文，帮我加上轮子机摄影机，非常漂亮，请大家多多照顾。还有呢它内建的一些动作，例如说笑，好，然后眨眼睛。那我们也可以透过上面的滑杆呢去控制它的头的转动，好，或者是上下。回到正面，眼睛的亮度呢也是可以做调整的。另外呢透过Webcam， 那我们可以及时去监控现场的环境，然后也可以做画面的截取。好，那我只要将图片下载，好，或者说进行分享。那有了摄影机呢，我们可以再额外增加例如说 OpenCV 好的一些视觉辨识的一些功能进去。另外呢透过摄影机的麦克风，进阶的功能也包含声控及对话的功能。加上了轮子之后呢，我们也可以让它是一个行动的机器人。所以呢它就可以在室内呢帮我们做监控的动作。那最后呢请它再讲几句话吧。我是MacBot，请尝试操纵我，你知道机器人很有趣。好，那接下来呢我再加上其他更多的功能，那就请大家注意接下来的影片。再见。